交个 Jackie 啊，咁今日要讲嘅，喂，系有版权嘅，原野文化开语啊 ，DC 啊，正版 logo 啊，有真系啊，出嘅 Joker， 咁咧就系来自查克斯正义联盟吓嘅边嘅，即系 Joker， 咁有华纳啊 DC 嘅 logo 嘅，系正版。攞到版權的一個正版作品嚟嘅，咁仲係呢個嘅大家最受歡迎嘅，想佢回歸嘅查克斯嘅查鬥版本正義聯盟嘅小丑。啊，第一件事佢有都幾多手嘅，二四六八十對手，幾多嘅啲手型嚟講，咁即係大家都可以睇下啦，粗略睇下啦，都有啲揸武器啊，揸拳頭啊。同埋佢嗰個蘇牌啊，其實都做足嘅。喺佢即係呢個嘅導演剪輯版入面咧，入面佢有同蝙蝠俠講嘢，同埋佢有拎住槍啊，同埋佢變牌啊，呢啲手型佢都做咗俾你嘅，係啦，算係咁嘅。好，跟住繼續咧就係佢繼續講佢個身高先啦，我哋。哇！一嚟梗係做翻同系列嘅一個。對比啦，大家都係噩夢系列啦，咁分別係噩夢嘅 Masco 版本啦，咁佢同 Masco 係基本即係差唔多高嘅，跟住同 Medical 咧，佢就會高過 Medical 少少啦，係啦，咁你就會見到個身高差喺度啦，係啦，咁呢個係同一個系列咁過嘅，係啦，咁希望我唔知道原野文化會繼續開發呢個噩夢系列啦，因為我真係好期待呢個系列嘅。都系几正嘅，做得系咁咪咁个身高都好 fit 其他牌子嘅，我觉得系跟住同其他牌子啊呢、這个嘅 PC Toy 啦，PC Toy 就比佢矮少少嘅啫。咁90后咧就直成系高佢成个头又突，系啦，变咗细路啊！即刻 ML 咧，其实佢系差唔多高嘅。咁 Bow Toy 咧，佢就高过佢啦，半个头。少少咁咯，再放埋无界无换啦，同埋 HF 啦，无界无换咧就矮佢咧都系啊调翻转，佢就真系矮过去半个头啦。佢都已经系好接近 Masco size， 但系佢都矮过佢少少嘅，系啦。咁 HF 都有人啦，矮佢半个头啦，咁咪先讲个可动。我覺得個感覺係方大頭啲 body 咁，雙關節，雙關節冇接地，抹腿可以去到咁大咯。左右兩邊咧可以壓向後，壓向呢度啦，壓向後啦，但係好易甩啊呢個位置，呢、這個真係好方大頭嘅設計，係啦。咁好似咧方大頭係有喺呢個計劃面有揾做嘅只嘢嘅。系啦，虽然佢好似冇出样嘅，但系即系成个事呢件事个感觉就系方大头嗰个 body 嘅感觉咧。系啦，高都即系一样高嘅，扭起上嚟嗰个感觉啊，嗰、那个质感啊，系一模一样嘅。即系呢个方大头嘅康斯坦丁咯，系啦，成件事啊，跟住佢嗰个设计啊，嗰啲嘢啊，感觉啊，嗰、那个相关节个 body 啊。根本就是用緊方大頭嘅 body 嚟嘅，系啦呢件事完全一樣嘅，個相關節啊，佢衫嘅質感啊，做法啊都似啊，個感覺啲鞋都似啊，系啦。好啦，咁佢件避彈衣係除得嘅，佢用一個黏貼嘅做法嘅啫，哦單邊黏貼嚟嘅，唔係雙邊。单边黏贴嘅做法咧，所以好明显系拆得嘅，拆走嘅，笃落去嘅啫。你可以拎得走嘅成件避弹衣，咁件避弹衣啲位咧系上去嘅，黐落去呢、這个、那个布嘅质料度嘅，系啦，后边系布嘅。咁咧有啲人话咧，佢系串错字嘅后边，放大啲俾大家睇先，系啦。佢系后边系串错字嘅，
系啦，唔知佢咩料啦，点解会串错啦？总之佢哋就话佢系咁嘅。好啦，后边咧呢、這个位置都系黏贴嚟，拆得嘅，咁你就会得到一件好似手术只疯人院嘅衫咯，系咪？冇铁线嘅呢条裙，呢、這个位置，系咪？好啦，先讲个头啦，有啲人就觉得个头就唔似嘅，即系争啲嘅，但系我觉得其实又唔系太差喎，睇实物都揾到咯。小丑的样子是吧，是吗？都算不错的，我觉得这个头都认真的样子。那它有另外一个头雕的，算是这样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头雕。是啊，这些方大头的设计啊，方大头很关心喜欢这样的设计啊。咦，它的波，喂，银色波的这位。唱咗一个笑嘅样啦，系咁嘅样嘅，都唔系话佢唔似嘅，但系睇翻即系我今日喺度捋紧嗰条片咧，其实佢笑唔系咁噶，佢笑系更加夸张嘅。咁我唔知点解佢即系冇攞到嗰个样啦，系啦，啊，因为佢喺嗰 part 认真同蝙蝠讲对白噶嘛，系啦，咁但系都 OK 嘅呢个样，你问我嘅话都似嘅，而个质感。我又觉得唔系太需要，即系再上色咯，因为有见有人就即系再上色，令到层次会更加出嘅。我觉得呢个我都接受，我足够嘅。咁当然啦，佢上咗会更加靓啦，系啦。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算唔错嘅，呢个头雕系啦，几好嘅。系啦，唔同嘅光啦，系啦，两款头雕我都算唔错嘅。即系我觉得个表情，佢取样唔系取得好重嘅，应该取翻佢喺影集面大笑嗰个样咯。系，横掂你有版权，你应该问 DC 攞剧照啩。好啦，跟住佢仲有一个好似扮耶稣受难嘅一个荆棘嘅爪嘅，我谂佢而家 look 都有少少似耶稣咁，因为查到好多色场嘅神学嘅嘢喺入边嘅，系啊，所以佢就整有呢个造型嘅。咁、那個圈都做得幾靚嘅，幾實淨，戴上個頭度，係啦，幾靚仔嘅。好啦，呢個應該一個之後埋做埋驗血嘅，應該係個口罩嚟嘅，就邊個係咁綁喺佢嗰度，係做呢個碌嘅用嘅，我諗係。咁我就費事綁啦，因為綁我咁教好耐嘅，係啦，係咪？咁一個小丑好常有嘅一個士巴拿啦。都是攞嚟，即系最经典嘅攞嚟打死阿罗宾嘅，打死阿 Jason 嘅，即系呢个士巴拿其实系好常都配嘅。咁佢呢个都做得好靓，因为佢有啲啊，我睇下有冇烧光先吓，系啦，佢有啲血迹啊，做得系好靓啊，啲血迹同埋啲生锈啊，我觉得即系以咁多个嚟讲，呢、這个士巴拿啊，定系啲系啲铁钩去做铁棒铁钩啦，做得系最靓系佢噶啦。跟住有支小丑槍啦，其實咧呢啲槍咧喺Marvel 係跟過嘅，係啦，咁但係佢係做得更加精美添啦，我覺得係咪？唯一一樣嘢咧就係佢冇辦法吞個彈夾槍啊，黐死咗個彈夾。Masco 就會有得吞個彈夾嘅，同埋呢個位會有啲肉嘅，佢係冇嘅，但係佢係哇，好細好細好細。佢有做到個蛋夾嘅，但係黑色嘅。佢有做到個蛋夾喺呢個位，係啦。跟住同埋有一個，哎呀，唔對，哦，我諗應該係羅賓嘅面具，因為佢喺戲入邊串佢，點解要派Wonder Boy 啊？即係。神奇男孩，即是讲紧罗宾啊，佢做一啲大人做嘅事咧，佢搏死佢咯，系咪？亦系做咗即系阿 Ben Affleck 点解嗰个蝙蝠侠咁暴躁嘅原因咯，系啦。咁跟住仲有 Joker 嘅牌啦，咁喺戏入边佢系即系串蝙蝠侠啦，就攞出嚟啦，就系讲嗰扎嘢啦。咁佢有两张添啦，系啦。
都几做得几精美嘅呢两张，系啦，后面都有花式嘅。搜出嚟先，喂，好难搜添，系啦，后面有埋嗰个背嘅花式嘅。咁啦，佢喺入戏入边用嘅嗰支枪啦，咁咧佢又做咗弹夹系喺呢度嘅，呢两个弹夹系可以放去嘅，放一个出嚟咧。一样又做到好似 Mask 咁样，哇，好精细嘅一个乸嘅子弹嘅样啦。好咩？放佢啦，插佢啦，都几实嘅。咁你就要做换弹夹嘅呢啲嘢，我觉得佢算系咁啦，有做嘅。系啲手枪呢个位咧，佢有做到个弹夹嘅，虽然唔同色嘅，因为呢嚿嘢系黑色嘅，呢个个位系金色嘅，系啊，但系我唔觉得佢掹到出嚟。咁啦，同埋啲手枪咧可以放翻落去，预备弹药。另外啲弹夹咧系装上去嘅，系啦，个弹夹啦系嗰只黑色啦，佢支枪系真系唔预你换弹夹嘅，个弹夹系佢系配件嚟嘅，系插落去预备弹药嘅，个弹夹多出嚟弹夹都系啦。另外空嗰个咧就系代表插咗落去呢个度啦，你可以插翻落去嘅。系啦，咁呢啲嘢就冇嘅。咁另外佢做张好黑，喂，佢好似老麦咁，整张卡，但系靓过老麦嗰张卡好多。咁系啊，Lex Luthor 呢个嘅秃驴喎，虽然佢冇秃啫呢个碌，咁我唔知佢咪透露紧佢下只就会出佢咯，都系着翻西装，咁我觉得简简单单嘅，亦系少有嘅，因为以前出系 Mattel 出嘅啫，咁嘅。唔知啊，佢 DC 嘅，后边都有 DC 嘅正版嘅，但呢张卡靓喎，靓过老麦嗰啲咯，系咪？讲真啦，呢只嘢我都几满意嘅，其实个头雕真系其实做得唔错嘅，跟住啲衫做得系真系唔错啊，避弹衣嗰个设计、枪啊嗰啲设计都系做得唔错，同埋喂佢真系正版授权咯，系啦，就算系呢只足球根本都冇人出过，系啦。食嘅头啖汤添啊！咩讲都有，但咩人可要你买个三人套装，仲要系即系冇布喎？咁买贵上嚟，其实呢只嘢唔贵喎。系啦，大家都有 license，大家都系正版，有咩分别啫？系啦，咁同埋佢同 Masco fit 啦，好夹啦，直成为 Masco 而设添啦，真系。咁跟住即系无懈可击，我觉得系即系几优秀嘅。几吸引嘅，即系建议大家都整翻只添啦，系啦，咁今年直入啦，Best 2023啦，一定有你份啦，占咗席位啦，系啦，咁咪唯一咁当然啦，都有啲即系缺点嘅，个缺点就系我呢个笑容同呢、这个笑容咧就同我睇剧佢喺度嘲笑蝙蝠嗰个笑容好似就争少少，唔系话呢个唔得嘅，但系我觉得嗰个嘲笑我更加似佢嗰个大笑。好未？系为咗即系呢样嘢嘅拗点咯，咁其他嘢我都系 fit 嘅，咁同埋一人讲啦，后面串错字啦，系啦，好未？咁但系喂，所有嘢衫啊、比例啊、可动啊，fit 嘅，好 fit，系好高质嘅一个面具，仲要系有版权添，更加正嘅，系啦，物超所值。咁条片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我再见，主讲一比十二，一比十嘅玩具嘅，拜拜。